掐指一算，大家上次出门囤的零食应该快吃完了吧？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些新的和经典的 Costco 无限回购零食，下一次采购就可以加入购物清单买回家了。吃零食是宅家放松解压的重要一环，绝对不能断货。视频开始前，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，点击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新视频了。一、柠檬巧克力杏仁儿。最近这款意大利家庭配方的柠檬巧克力杏仁儿频频出现在晒货里，有折扣的时候一包只要5美元。吃过的人基本都是一个反应，无一不被它的好吃程度惊艳到了，一颗颗黄色让人心情也明朗起来。咬下去每一颗都是香脆饱满的杏仁儿，配合柠檬味浓郁的白巧克力，满口余香，而且还不是特别甜。二、烤海苔脆片。亚裔居民多的区域，周边的 Costco 总是能发现好吃的亚洲零食。这款烤海苔脆片也是很符合大家口味的零食。海苔鲜香，底层薄薄的，面烤得很脆，特别解馋。去采购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，也有别的超市在卖，网上能找到。如果你最近挖到新的亚洲宝藏零食，一定要留言分享。三、有机苹果片。这款苹果片是很健康无添加的零食，直接用富士苹果烤出来，也不加油，吃起来脆脆的，酸酸甜甜，嘴馋的时候来几片过瘾，身体也没有负担，掰碎了加进早餐酸奶或者小甜品里添加风味也是非常可以的。四、玉米脆片。 Costco 卖的是一箱28包，多种口味，每包打开后是一片片的三角形脆片，拥有介于玉米片和爆米花之间的口感，咬下去特别脆，咀嚼过程中玉米香气会散发出来。如果买了里面有一款又甜又咸的，先吃它，你就吃到了这零食的魅力所在。五、超级种子玉米片。这是类似墨西哥玉米片的零食，食材里加入了芝麻、亚麻籽、藜麦等超级食物，有淡淡的咸味，吃起来香脆，配牛油果酱更是绝配，里面不含蛋奶、麸质、花生等等，满足很多不同类型的饮食需求。如果你平时容易过敏，它很有可能成为你的新宠。大家买之前仔细看一下说明，就知道适不适合自己了。六、黑巧克力夹心饼干。这个品牌出品的饼干都挺受大家好评的，之前能回国自由的时候也会带一些送人。这款黑巧克力夹心饼干首先满足了我们不希望太甜的需求，另外巧克力味道浓郁，口感酥松，一个个还是独立包装的，不怕开封没吃完口感变差，或者防止停不下来干掉一大包的情况，搭配咖啡或者浓茶更完美。七、蝴蝶酥。经典款无限回购零食之一，蝴蝶酥一大盒2磅装，有香浓的黄油味道，甜度适中，层次很多，能吃到酥脆的快感，恰到好处的紧实又能给人满足感，聚会自由的时候也是能当派对小吃的选手，现在买回家就只能独乐乐一下。八、榛子巧克力酱手指饼干。又一个经典款无限回购零食，一大盒里面有16小盒，每个就1美元左右，优惠的时候更便宜，大人小孩都能吃。打开包装分两格，一边装着香浓的榛子巧克力酱，一边是香脆的手指饼干，蘸着吃起来，两样一结合，人间好零食。九、香脆坚果能量棒。之前介绍过同品牌的 Granola， 这个能量棒基本就是变个形状，口感依然香脆，不像其他能量棒一样粘牙，成分天然简单，无麸质，无谷物，无添加，肉桂味道不重，里面有杏仁、碧根果、椰子片、南瓜籽、有机椰子油，甜味来自枫糖浆和有机蜂蜜，在家里运动的朋友也可以买来当运动前后的能量补给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次推荐的值得无限回购的新老 Costco 零食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最近买了什么好吃的，在哪里买的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关注点赞分享，更多有趣实用的北美内容等你来看，下期见，拜拜。